出户吃遍天下美食啊。昨天白师傅给大家做的是天津熬鱼，是吧？今天呢，李波师傅要给大家做一道肉饼，河南肉饼。不过这个肉饼啊，不是拿白菜馅韭菜馅做的，是拿什么呢？是拿荆芥做馅，所以叫河南荆芥肉饼。荆芥肉饼是河南当地的一道特色食品，它采用有一种特殊香气的荆芥做馅，因此别具一番风味。今天李波师傅就要为我们带来这道独特的美食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需要准备的原料有牛肉馅、荆芥、面粉等。哎，李师傅，哎，这个先说这荆芥啊，这荆芥我了解，它是一味中草药。对， 对， 对，是吧？对，头疼脑热的，对啊，有辅助的治疗效果，是吧？清凉味，哎，这个味道，嗯，特别独特，对，对，特别是把它捣碎了之后，这个味儿啊，特别的特殊，可以单做一些调料也行。啊，哦，再说说这个牛肉，牛肉呢，咱们说这个平常呢，咱们用猪肉馅，今天呢，咱们选用牛肉，牛肉呢，它做馅儿呢，跟这个搭配到一块儿，味道更好。啊，哦，对。好，那做饼咱得先和面，先和面，咱们先和面，啊。这个和面的时候呢，咱们面粉里边适当的稍微加一点盐，啊，增加筋度。啊，哦，然后呢，咱们加水。嗯。这个呢，边拌边拌匀，啊，边抓边和。嗯。面呢，对，这个和要醒，咱们呢先把这个面呢稍微揉一下，好，揉光一下，对。咱们醒个面，下边咱们做馅，开始做馅儿，做馅儿啊。这个呢，咱们先把这个荆芥给切一下啊，要把它剁碎吗？轻轻的，稍微把这大的叶，你看这么一切，这个清香气就出来了。对，这个一切，这个味儿特别特殊。对，你说它是薄荷味儿吧，还不是薄荷味儿，一股清香的味道，啊，清香的味道。对，这个牛肉馅儿呢，咱们先简单的搅一下。这个呢，咱们里边啊加点水。这牛肉呢，它那个什么肉的纤维比较粗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加点水给它调一下，让这个肉呢更鲜嫩一些。行，咱们呢加这个调料，调料，来点那个五香粉。五香粉呢，就这个主要是调这个牛肉的味道。一般的啊，你看做牛肉馅儿，这个羊肉馅儿，都要搁花椒粉，花椒粉味儿窜，但是因为有这荆芥了。花椒粉就不能搁了啊！对对对对对，你到底吃花椒味儿，你还是吃荆芥味儿呢？是不是？是，还是酱油。酱油。这个呢，咱们加点葱姜。这个葱姜末。葱姜末。嗯。加完葱姜呢，咱们把这个切好的荆芥加进去。哦。然后呢，加点香油，香油可以适当的多放一点，对，稍微来一点葱油，葱油，对，用这个葱油呢，就是用油烧热之后呢，把这个葱呢加进去，把葱段放进去，炸干了以后呢，煎出香味来，对，把那个葱干呢捞出来，剩下的就是葱油。反正我是爱这么想，一看这馅儿，我觉得今儿这饼肯定好吃，啊，你看这个馅儿就很对，油亮，很油亮。行，这个面呢，咱们先搓长了，然后给它做剂子，拉一拉，对，做剂子。这比那饺子劲儿稍微大一点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嗯，皮呢别那么厚，咱们稍微薄一点。行，这个呢，咱们现在开始包。这我得，尤其我得注意好好看。把这馅儿啊，怎么没有这面疙瘩，给它放进去。嗯，边儿给它捏的细一点，跟咱们家里边啊包包子的那种手法有点像。啊，就像个包子似的。对，收口的时候捏一点就行。啊，嗯，这个饼呢，做完了。嘿，这是薄皮儿大馅儿。对对对。您再给包一个，把它都包了吧。
首先来说，这个皮儿啊，四周围要薄，要薄是吧？对对对。而且捏的时候，我发现两个要领。第一呢，是捏皮儿的这个手指啊，它抻着捏，啊，轻轻的往上拉和食指拉着捏，拉着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呢，容易把馅儿包进去；第二，它越拉越薄啊。对对对。另外，我看刚才有一个，那这个大拇指也没闲着，往里头压这个馅儿，轻轻的压一压馅儿，是吧？来，我也试试。行，你也包，我也试试啊。多不多那馅儿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哈。好，您看我这对不对啊？这个就往里压，轻轻的一压就行。对，边一压边提。哎，甭管怎么着，反正进去了。差点，行，口收上了，收上了。就我这个肉饼哈，您光看您看不出是我包的，是李师傅包的，你吃到嘴里头才能吃出来。哎，好，好，现在咱们就该开火要烙饼了。对，要烙饼，烙饼，好。行，这个火呢，锅上烧热了，咱们呢加少许的油，放油。对，行，这个锅热了，咱们把这个做好的饼呢放进去。放进去。对，烙饼的时候呢，这个温度呢要注意，一般来说咱们这个家里边用中火就行。中火，对，火别太大了。对，因为什么？里边这个馅儿要熟。对对对对，火太大了，外皮儿都焦了，里边的馅儿还没熟透。对对对，一定要注意温度啊。温度不用盖锅是吧？不用盖锅盖。其实这个荆芥呀，这个还可以有很多吃法，除了做馅儿，对吧？比如说我看有人说用这个荆芥啊，比如说拌黄瓜，凉拌菜里也可以放。另外荷兰人呢，他喜欢这个荆芥这个味道，比如说做一些肉类，煮面条啊，你也可以加，也可以放。对，哎，煮一些做一些肉类也可以放。对啊，去这个腥味儿啊。行，这个饼呢烙熟了，咱们关火。好了，这今天的河南荆芥肉饼就做好了。对，要做出这道颇具特色的河南荆芥肉饼，您需要将荆芥切碎之后与牛肉末搅拌成馅儿，面团擀成圆片之后包入调好的馅儿，最后放入锅中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啊，这个您今天也是足不出户又吃到了河南的肉饼。是是是。好，希望您经常看我们这个节目，然后经常能吃到全国各地的美味佳肴。好，天天饮食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再见。